是怎么当上选手的？我家人还是一样强烈拒绝。班尼他载着我这只小猴子上下班。打野的三观，稍微布置一下陷阱，想一下要开战还是要拉掉，抓下来，然后搭配边线的兵线，中路上个肉头，那势必这个下路就掉了。是怎么当上选手的？就是一开始我遇到我一个好朋友，他叫做娘子。那时候的我就还我觉得我还不够强，然后我跟娘子一起玩，然后玩着之后，我就学会了一点观念，就是打排位的观念。后来就认识了他的朋友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组去打城市赛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没有拿到冠军啊，就拿个第四吧，还第三。那时候已经有职业队找我，但是那时候我还不能打，然后我家人就是想说希望我考个大学，我就去读大学。这期间就是有几队然后有来找我这样，但是那时候我跟我家人讲，我家人是不太支持的。读了大学之后，我发现我不是读书的料，然后我就跟我家人讲了，然后我就休学。然后休学之后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18岁了嘛，像男生18岁，你没有继续就没有读书的话，基本上你就是要去当兵。然后当完兵之后，时隔一年，我跟我家人说这次我一定要打，但我家人还是一样强烈拒绝了我。然后后来我就北漂，一路漂向北方，我就直接上来台北。我那时候就先去 JT， 然后就跟他们实习啊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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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就是观摩一下，然后后来班尼那时候就跟他聊，因为我都是给他载的啦，就是我上下班就是好不好，他载着我这只小猴子上下班。因为那时候他们那时候五武将嘛，啊我要上场也不是，因为他们那时候也都不待了。然后来班尼那时候就说，如果乙要上场的话，你就 HK 比较有机会。因为我那时候要去的就是 JT 跟 HK 啦，我是先去 JT 然后再去 HK。去 HK 之后，然后他们就是希望我留下。然后那时候回普里，我就跟我家人讨论，然后我家人就是也是反对啦，然后但是我还是就是给他签下去了。后来我家人就是从反对到变到支持，然后到现在这样。就是第一季他们都很担心我啊什么的，然后到第二季有拿出一点成绩给他们看这样子，对。就是慢慢这过程啊，然后到现在这样，就是你们看到的。好了，我告诉你们的年纪啦，我87年次的好不好？11月12，会太小还太大？应该还算大吧。好了，我连地好不好？我是带到镰刀哎、欸。好，没关系。我带复活。打野三观是什么？浓浓浓啊，就是一直浓啊。打野的三观就是节奏吧，跟。自身发育这是最重要的。领地吼，看你一开始想出二阶打野刀还是出鞋子。我如果说对面控制多啊什么的，我就会先选择出鞋子，因为领地很吃跑速。先靠中啊，领地出完野地步先靠中，然后帮忙清线，然后这时候基本上我就压过去了。敌人消失，上去就是看吃不吃得到起，哦，吃到一只，然后就是带个古龙，前面这样就有点小优势。注意我方，大明，你们不会觉得吃到古龙就很爽吗？就有一种觉得哦，这把很顺。然后我可以，因为这时候魔龙我们吃太慢嘛，其实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往上做一波 gank， 你也不一定要 gank 到，但你就把它打残，然后可以翻翻小野啊。他会刮吗？其实他可以。哎，他红开刀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
走喽。打的有点深啊，我觉得。打野我会先出破阵，我觉得破阵是射手的核心装。后期需要把换王者吗？要啊。后期我打野刀就卖了，觉得出个王者还比较强。这次打尾不好处理啊，打尾后期大魔王。来，我们压回中路。请求集合。进攻敌方防御塔，等着敌人四头罗网。转上去。只要心向光明，再多的阴影也无所畏惧。他已经看到我了。关一个，关一个 ，nice。他应该会想飞大哦。可以哦，先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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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呦，在这边掩护一下。哦呦呦，哦呦，这个神推。来，我还在，我还在，我还在，这可以打，这可以打。哦呦，两个都保住啊。nice nice， 哇，推得好啊，这傻尼。可以吃哦。哎，哇，他没能量，他死了，他拜拜了，就这里丢一个陷阱，有些人都会走那里，你就可以有一个视野在。对，先不买，先出二阶，然后再转三阶，因为你要先出破阵，这样伤害会比较稳定。我们清完下可以带龙。因为现在没有人头的视野，我们就直接带龙就好了，不急了。开个灯，这时候就清完中，哎，可以消耗他。然后就是清完中可以转。哦哟，好像中塔有的破、哦，对面设北部嘛。拉拉拉拉，这时候就直接转上就好了。我先带，帮他们带个线好了，给他们打的有点久了，都没有红哦，我可以去录。哦，我来了，上路有潘英，现在基本上潘英是打不赢我的、啊，他死定了，他没招了。林地就是一支很好搞阴郁的节奏，如果让盘一直维持有能量，你可以二一啊，二一，然后走路，用二技能搭配一技能位移，而且也走得比平常还要快，你就可以一直有能量了。但是前提是你下面也要先有一个能量。这时候可以顺势哦刷下来，然后搭配边线的兵线，然后他们中路上个漏头，那势必这个下路就掉了。然后点点点，然后看到中线快到了，就回中路，回中路帮忙抢线。其实等下可以准备做凯了，优势太大了，可以直接吃凯。然后这时候尽量吃凯的时候，稍微布置一下陷阱，就是对手一人一来，哎，你就知道他人来了。然后你这时候你就可以想一下，要开战还是要拉掉，这是一个小技巧。来，我们就直接转上，对面红也要快重生了，先打。林地吼，最好的就是欺负对手的辅助，就是把他点破，然后他们就会没视野，然后节奏就是在你这边，就是选林地就是打爆对手辅助啊，因为你太好消耗了。哇操！他一个推五个啊，太扯了吧！哇，直接一波哎、欸！哇，给他一个六六六，大小，他好扯哦！这个傻尼，有点东西啊！
打野角吗？井啊，其实都可以，射手我觉得都 OK， 但是刺客就很吃三阶打野道。刚开始打不好的时候有想过退出吗？其实并没有，因为我当初在打职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就是我的梦想。但虽然说我有拿过一次好的成绩，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我的梦想，所以我就会想继续打更好这样。对。